这样你等妈咪回来，我去接顾客。刚刚他很多口水了。口水你不是给他这样子装满了，给他流出来啦。拿一个桶放在这边啦、啊，放在你这边。他满了。我又不敢漱口了。你又不漱口，又怕口水满，又不要睡觉。难道妈咪回来，那个牙齿就会掉吗？妈咪也帮不到你吗？因为你也是不敢给妈咪碰了吗？我连我都不敢碰，我还敢给人家碰？你都不敢碰，又不敢给人家碰，像妈咪回来有分别吗？你要跟妈咪讲你要睡觉了。那不用跟妈咪讲你要睡觉，现在都可以睡的。那谁啊，要不然姐姐出去了。你就吞下去咯，不要吐就漱口，很恶，你知道你很恶啊，很恶就去漱口啦。我不敢漱，我要吐出来，救命！我又敢漱口了，那个比我刚才的好干净。那你又不漱口，拿一个桶。什么？我都不懂你讲什么。要大只壁虎叫我家过去。哪里有壁虎？那要大只不叫壁虎啊。哪里有？走，一起走。快点穿起来。我怕我跌倒。又不要跟着你，你又讲有壁虎。你刚才，漱口。不要漱，漱一点点，你的口水一直流。够了，我的呢？我不敢睡觉里。睡觉。不敢睡觉，站住等妈咪哦。他根本都脱掉连片，我讲没有脱。哪里有脱？他根本都说我要叫他，他还不要脱。你别说，你有别说。我骗你什么？你用手去摸他，他还在那边。你摸一下，是不是有在？哪里有错？是不是有在？哪里有错？哦，是你啦！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你不睡觉，我出去了，你自己一个在这边。妈咪要12:30过后才回到来，因为妈咪那边开车回来要1小时，现在那边还在上课，还没上场。他这里顶着我牙齿，我凉，所以我就怕他跌下来。跌下来没关系的，跌下来就吐出来。你睡着不是明天才吐了？叫我咬你，你说等下吐口水的时候一起吞下去，你会怎样？你吞下去，就算你吞下去，它大便会大回出来的。不会，会死的。不会啦，那一小小颗。我大便才出来，然后看到哪一点是血，不是很
你大便难道你去拿那大便来送啊？很恶心的，我叫你去拿大便来弄啊。